也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主，求主你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回到了神的家。也求神赐福保守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来敞开。主，带领我们知道你用你的宝血救赎我们回到天上永恒的家。求主带领我们，你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主，求你保守，保守每一位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再次更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爱永变》。
求主让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深深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安静在世界。